因为当一个人在念经的时候啊，对应的天象就是说念经会接气场嘛。那么大家现在科学都懂的，有脑电波啊，很多人还问了很多傻傻的问题。哎，台长，我没看见你看得见，哎，我没看见，我不相信吧。我问你们，人在思考的时候，你看得见自己的思维吗？一个人的空气看得见吗？我们能离开吗？一个人所有的事情，你能看见这个很多的东西吗？所以告诉大家，一定要相信啊，一定要相信。在美国在美国曾经有科学家和物理学家、科学家和这种医学家，包括跟宗教学家呢，他们经常有些辩论。那么有一次呢，科学家就站起来说，我是一个天文学家，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什么上帝啊，也没看什么菩萨，什么没看什么 angel 我从来不相信他的存在什么鬼啊，我都看不见。那么这个宗教学家就站起来，请问这位天文学家，你看见过风没有啊？你看见过空气吗？看见啊，感觉呀。好，还有位科学家站起来了，他说，我是一位外科大夫，我动了一辈子手术，帮人家开了一辈子刀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灵魂，我就看见肝啊、心啊、肺。这位宗教学家站起来问他，请问这位医生，你爱不爱你的太太？我很爱，你开给我看看爱在哪里。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心的感应，并不是说你眼睛看见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做人要信佛而不能不修啊。很多人到庙里去天天磕头，他又不修，所以就没有效果。光拜佛光信不修，又会延误自己的天时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很信佛呀，实际上他没有信。